这一边它要我 prove that 那个 tangent x sin 2x 等于一减 cos 2x。So 我们继续下去之前，我们知道 sin 2x 呢，它会等于 2sinx cos x，所以我的 left hand side 呢会是等于那个 tangent x sin 2x，所以它就会变成 sin x over cos x，然后 2sin x cos x，然后我的 cos x 跟 cos x 可以约。我们知道那个 tangent x 呢会是等于 sin x over cos x，所以它在这边它会变成 2sin square x。然后我们知道 cos 2x 呢，它也等于一减二 sin square x，所以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这一边呢，它就有什么二 sin square x 等于一减 cos 2x，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一减 cos 2x，也就是我的 right hand side，OK，所以这一个我就 shown 了。好，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它是什么？这一个。二 sin square 是这一个东西，然后我的 tangent 是 sin over cos，而 tangent 是 sin over cos，tangent 是我的 sin over cos，然后我的 sin 2x 等于这一个东西，然后它这一边就有 sin 2x 等于 2sinx cos x，好，就是这样了，然后 hands off 这一个东西。So the tangent x sin 2x 等于1/4。So 就是说我的一减 cos 2x 等于1/4。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会变成一减1/4等于我的 cos 2x。然后它就变成3/4等于我的 cos 2x。然后我的 basic angle 会是等于 arccos 3/4。OK。好，我的 basic angle 等于 arccos 3/4呢，我就要用那一个计算机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的计算机我就按 shift cos，然后3/4，OK，然后等于我拿到的是shift cos 41.40°，OK，这一个是我的 basic angle，然后过后呢。我的 2x 呢？我这边我知道它 ASTC cos positive 是这两个，所以我的 2x 呢可以是刚刚的这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360减，所以我们这一边呢它就有360减这一个360减这一个，然后它会变成318.59，OK，318.59。所以我们有318.59是另外一个答案，然后过后呢，我们还有这一个加360，然后我们拿到的是678，OK，这一个，然后我们还有刚刚的这一个加360，然后因为它两圈嘛，所以要加360两次，这样，然后我们拿到的是这一个。所以我的 2x 呢会是等于那个41.41°，然后318.59°，然后还有401.41°，然后还有678.59°，然后我的 x 呢就全部一起除二，刚刚呢这一些全部一起除二，所以我的这一些全部一起除二的时候呢。我们就这一个除二，我拿到的会是等于这一个。OK，等一下啊，我刚刚的这一个这一边我除二，OK，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20.78°。OK，好，这一边这一个是20.78°，然后过后呢，我们还有这一个加。360减它，所以这一边它是这一个360减，我这边有括弧起来，360减，然后这个除二，所以它这个318，我拿到的是159.29°，OK，159.29°，然后过后呢，我们还有刚刚的
这一个除二，我加360，然后括弧起来，除二 ，OK， 这一个，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一个200点多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的这一个 ，OK， 加360，然后除二，所以它会是339点多。可以339点多，所以我的这个 x 的答案呢是20.70度，159.230度，然后还有200.70度，还有339.30度，所以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20159239。OK， 当然我刚刚的这一个我可以按这一个。它就会变成这一个17过了30加1，然后这一个42，然后这一些都可以的，我们都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答案的。我们这样没有写成 degree minutes 也是可以的。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